屋企人鼓励，咁咪都考虑下买层楼啊。班后生攞咯，班仔女攞咯。希望抽到啦，系咯。咁咪紧张啊，冇楼住紧唔紧张啊？不过比市面就平啲咯。啊，翻去计下数先啊，要。始终都系唔够噶，你见嗰啲净系排绿表公屋嗰啲人咧，佢都唔够啦嗰个配额，咁所以你见到有好多可能系随时系绿表走过嚟一齐排绿表又有，白表又有，嗰啲轮候紧嘅，始终都系唔够噶。我觉得政府都要再做多啲嘢咯，即系公屋又唔够，咁你见到啲二手啲居屋都系咁升价咯，啲楼价楼市一样不断咁升。睇下如果可唔可以，如果可以放宽到嘅居屋又唔系公屋又可以再俾人卖嘅，咁或者都可以多个机会俾啲人可以上到楼咯。咁我觉得旧嗰啲如果有嘅，都有啲空置单位都可以拎出嚟俾人卖俾人，咁可以增加多啲配额咯，咁会更加好咯。即系起楼需要时间噶嘛，但系而家就系而家嘅需求咯吓。其实就永远都是即系地少人多，香港不嬲都系呢个都系难题嚟噶啦，一定系佢就算系无论系有几多嘅供应，都有多即系嘅人都系要求人系多噶咯。咁又不断有内地嘅人嚟香港咧，又有外地嘅人嚟投资咧，咁都未必系全部系香港人买晒咯。吓呢啲，但系呢啲居屋就或者又系用公屋去换啊，或者系要香港市民嘅资格先有，咁就机会就对香港嚟，即系香港普罗大众，我谂就会系即系容易可以达到啲咁样样咯。即系好似感觉上，而家咁多人排居屋排，可能都得一部分抽到嘅啫，都系要抽嘅啫，即系排都未必有嘅。咁好似都系系咯，都系好似我今日上啲單位好似都未夠咯，而我覺得政府又好似都幾多錢啊，咁不如可能花多啲錢去俾多啲人更加有機會去快啲買有一個居住嘅環境啊咁咯，咁我都期望政府可以再做得更加好啲啊。其實起多啲樓咯，起多啲樓，其他冇咩嘢啊，即係起多啲居屋俾人俾呢啲後生仔。而家最慘就係呢啲後生仔啫嘛，冇樓住嘛。唔好怪就政府，有啲就啊依样示威，嗰样示威啊！吓、啊、我又唔俾你啊！心自己坦白讲，人心欲做啊，即系唔系为自己为咩啊？我有土地我都唔俾你拆啦，都咁简单啦、啊，系咪先？啊，我梗系呢啲咁嘅政策咁噶，你拆佢嘅地，佢养我唔得啊！啊，我又乜啊？又依样嗰样啊咁啦，呢啲又作阻住嘅，唔好怪单单怪政府。佢冇地乜点起啫？希望政府咧就大家和和气气啊！咁啊，当然啦，就唔好示威。佢又俾多啲，俾多少少钱俾人，保安俾人，咁啊，咪大家好，大家好咯。